看烟火。有，爸妈那边有在，看烟火那天我也在明泉桥上面。对对对，我也在明泉，因为我们家住附近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就走过去，哎，那边是完全没有挡的嘛，然后又不用花钱，也不要跟人家。你走过去看。那个照片是你拍的？我不是从这上下的，我是从我们家走上去。真的走过去看的，真的。那天是不是车子塞着，完全动都动不了？我跟你讲。那一天其实乃哥你们真的很笨，你们怎么可能从东区这样过明泉？那不是每一年那个时候明泉大桥是走不动的，过不去。来，其实我们没有想要讨论这件事情，干嘛开这个话题呀？对啊，无所谓啊，什么关系？真的无所谓，真的。因为我们下次录影前先放个烟火再录，烧掉。哎，不要讲啊！北京中央电视台旁边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被烟火烧掉的。真的，所以烟火呢，其实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东西。马上是我们的精英麻将精英大对决。好，我们精英争霸战啊！这个到底谁是精英呢？如果这个最输的，就把倒过来一起，好不好？啊，好惨哦！我们女生比较惨吗？对呀、啊。舒服吗 ，Vicky？ 对不对？啊，嗯，好。今天我们这里面哈，技术最好应该就是赵红桥跟赵宝妈。没有。那有点点邪气的呢，就是 Vicky 啊，陈冠霖。那打最正统的就是李罗了。真的，真的。这个人的个性可以麻将上看出来，有没有刚正不阿个性？有没有？啊，那我们俩就是邪哦。不是邪，打鬼啊！你们俩，你们俩是有点点那种，就是。手戏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天不怕地不怕。那宝妈要在待会要后面来开个指导牌喽。小乔又开始害怕。对啊，今天有一个非常在意他的任何一个麻将打的对与错，他非常在意。应该哪一天啊？就我坐到后面，我来讲。真的，因为我看这个更好，我更可以看人性。他打什么，我先把它讲出来，他会打哪一张？哇，现在很恐怖。说奶哥真的很厉害，我每一次在最后一张要决定的时候呢，奶哥就站在我后面。当我打完那一张放炮那一张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就知道说我一定会打那一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会打麻将，我们会算到最不会输的那张牌，但是有时候打麻将最不会输的偏偏就是会输的，越多都越死，所以他很了解我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玩个游戏好吗？宝妈，你先在后面看，嗯，那你出来就一直讲小乔，然后我们看小乔会死。小乔对麻将非常非常认真，对，真的很认真，非常认真。没有，其实他绝对不止麻将，他的个性就是这样。对，只要他做什么事情，他就会很认真。我就是放，对不对？放在所以讲，认真的女人最美，怎么样？好，可以了，不能再讲了。请进。因为我大家都现在都检视我的节目。网络看得到啊！好，来，开了，开。我真的觉得打麻将是要讲鬼了。你看，真的，一起牌 ，Vicky 的牌就是一副那种完全可以做大牌的，你也没辙。然后再来，陈冠霖的牌也真的还蛮丑的，然后完全都没有做大牌的机会。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 Vicky 了，所以希望他今天的运气跟他有时候牌一拿起来很漂亮，但是你不紧张等于都没有用，所以应该要看怎么紧张才是正确的。出菜，难的难就不难了。哎，我选，呵呵，这牌什么都没什么搞头。来勾九条，九饼，整个还是要两分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还有九外东风，东风，我觉得你好错啊，真的吗？今天我们的精英啊，泡，最后的赢家有5万奖金啊，真的5万，都没跟。
你们先讲好吗？没有哎，真是的。现在知道也好好打啊，也不迟。5万有5万奖金哎。不要，我奖5万，他打5万，你看看多捧场。真的，我都会做效果。红中，红中。哇哇哇！跟着，跟紧一点。北风，跟着紧输的少啊，你看口诀。8万。一饼。哦，太甜了吧，不吃。3饼。这么甜。不是亲戚不打3期啊，没听过吗？真的。2条。不是亲戚不打3期啊。我不要。越来越少。5吧，看有没有吃。哇塞。6条。4万。1秒。小乔在做牌耶，不用担心。这把牌我看到目前为止，我啦，我原则上我觉得绝对是小乔会胡牌，平胡2分。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？Vicky 他要求的3饼几率好少，因为。完全就已经没有3饼了，所以几率很少。小乔只要随便摸一张条子或一个5、8万，他就一定可以听牌。所以这把牌除了陈冠霖摸一个卡6饼或卡8饼听卡8万之外，没有人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。嗯，几乎人生的牌。暗杠2分呢，七也对啦。我觉得他暗杠也不是不对的，就是暗杠5条有2分，但其实你知道吗？他3、4、4，4个5条，其实他如果猜6、7万或者是7、8条，他可以求2、5条带3、6条。这个牌就是你要看你怎么打。那他现在暗杠也 OK， 因为最起码他有断腰暗杠。然后，如果他摸6、9条或5、8万，他就可以听了6、9条或5、8万。可是跟这样的这些人打比较好打，对，因为他们都是按照常理去打，而且自己会想想的。烫到3万，2、3、4万，2、3、4万。对啊。哇哦，70。朋友，4条，蹦打，1、4、7，顺着打，3饼，七，9饼，他胡牌为什么要打9饼？他不吃，你不要叫我师傅，你不要叫我师傅。